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向往爱情？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怀念友情？有没有一首歌总能唤起你的记忆？有没有一首歌曾伴你成长？经典总能温暖人心，快乐就要纵情歌唱。我们邀您一起重温经典旋律，唱响回声嘹亮。著名歌手潘美辰，相声表演艺术家夏琳，塞翁娜啦，著名歌手周冰倩。原来有一个黑鸭子组合，你们可以组一个什么？我们来个黑鸡子儿组合。黑芝麻，大鹅你会唱，还不会炸呢。五顿饭，现在吃几顿饭？四顿。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老师，我可以跟你拥抱一下吗？可以。怎么最美的新娘哥讲安花，李大哥，李太平，你来说一句京腔我们听听，您知道吗？聚会梦里想着他，动作很娴熟，还是那么深刻。乐事间呀，年年有朝花，在眼前，知道为了什么，我怎么可以，我怎么可以，李思思，特别欢迎所有的朋友光临我们现场，你们开心吗？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所有一直以来在关注回声嘹亮的朋友，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天王表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亲爱的朋友们，回声嘹亮呢是一方重温经典、唱响经典的舞台。您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啊，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曾经有一首歌打动了您，带给您感动呢？我们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和这么多观众朋友和我们一起追忆似水年华。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哪三位嘉宾和我们一起去追忆心中的经典旋律呢？来，我们一一为大家介绍。首先请出的是著名歌手潘美辰。大家好，这首歌应该大家都会唱，跟我一起来唱好吗？谢谢。我在用心地来爱着你，
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清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空。你就是如此，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时隔多年，你我各奔东西，我会永远把你们留在我的心里。换这边的朋友唱啦啦啦，好吗？可以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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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奔东西，我会永远把你们留在我的心底。谢谢，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潘玮辰，欢迎您了，谢谢。回声嘹亮，用大家最熟悉的方式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我们太想念你了。大家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十分想念。但其实我们知道潘玮辰好久不见的这段时间一直在忙，忙碌着不同领域的工作。对，也给我们做个汇报吧，大家那么多关心你。我其实一直都还是在继续的做巡回演唱，现在我在挑战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在做四边四导，当导演在拍我的微电影。做导演比较辛苦还是做音乐人做歌手比较辛苦？我觉得辛苦这两个字呢、嗯、一定都有、嗯、但是如果你问我哪个喜欢，我会跟你100%说两件事情我都非常爱，都非常爱，真的真的、真的。说到唱歌，刚才那首歌曲是全场大合唱，小时候我大家都会的歌。还有一首歌也是我们大家伙都非常熟悉的，叫我想有个家，是也是潘玮辰在某一年春晚之上唱红的一首歌曲。我们也准备了一段视频，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参加春晚的情景。我可以不看吗？因为当然不可以。你可以不看，二十多年前跟现在应该是差很多了。但是大家要睁大眼睛看一看，看一看二十多年前的潘玮辰是什么样。来，请看。哇！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永远都说没有爱，整天不回家。相同的年纪，不同的心灵，让我拥有一个家。太经典了，但是最大的感觉就是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但是潘玮辰小姐到现在没什么太大变化。哎，没，你自己看了感觉怎么样？他是不是每次说话都这么甜啊？没有啊，不，他是说实话，他实话实说的人。大家应该有同样的感觉，没有太大变化。真的真的没变，给我掌声。如果真的，你不要变。要说变了的话，只能说越来越帅气了，打扮可能越来越时尚了。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中性风的打扮。从二十多年前你就已经开始引领了。没错，我二十多年前我给人家感觉我是一个很奇异的人，奇怪的人，特立独行。今天我要跟你预报一下，我们今天还会有很多翻唱团的年轻人来翻唱你的歌曲。我知道，给他们一些指点。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潘玮辰入座嘉宾席。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请上的是今天的第二位嘉宾了、他也是一位笑的使者，是可以说他的生命、他的事业，甚至包括他的名字都和欢乐有关、来，掌声有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笑林，有请。
它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清新的空气令人精神爽朗，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你们欢迎我，欢迎的也太晚了，我都唱完了，你们没上来。主要是不想打扰您的雅兴啊。对，大家说赵林老师唱的怎么样？好，好听。谢谢谢谢。你都自己给自己喊好了。谢谢。唱的挺好，就是有点不务正业。怎么呢？作为一个笑星、相声表演艺术家，您怎么就开始唱歌了呢？他是这样的啊，相声呢讲究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哎。说得非常对，但是呢，作为相声演员呢，四门都精，对于我来说大概做不到。我呢，主要是以学和唱见长啊，所以呢，大家都说我呢，在这个相声里边把歌曲唱得比较专业，所以我也是学唱，学唱，在歌唱界相声说得特别专业。这话说你就是骂我。没有，开个玩笑，因为笑林老师啊，也是以这个柳活见长。柳活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声当中以唱为主的段子。是。今天呢，我们也把其中的一些段子总结在一起，我们也来看看笑林老师这十八般武艺，来，请看。笑林广播电台。好，这就开始了。电台报时，慢慢不做嘞，嘻嘻，这你看我的，金色的猴王，金色的妖怪，灰色的精灵，笑无行，上联是什么词儿？欢迎你到这里来。下联，这里四季春常在啊。横批是这里美。谢谢。这些不可能是自学成才，您肯定拜师了。您都跟谁学的这些？你比如说，就拿刚才我唱的这首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来说，我就是专门和李双江老师学的。但是刚才唱的不好，在这里向李老师道个歉。哎呦，向李老师还谦虚上了。而且不单纯是这个学这个咱们身边的这些老师，包括潘美辰老师，我也曾经向你学习过歌曲。潘美辰的歌你也会唱啊？你像刚才他唱那个《我想有个家》，我的相声当中就曾经用过潘美辰老师的这首歌。真的，那必须得现场来两句啊！对呀，那我们当事人原唱都在这儿呢，您能现场给我们唱两句吗？一会儿打分啊！我怕有个家，一个男子汉害怕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会更加害怕。虽然没有家，但我更潇洒，轻松又自在，没有牵挂。只要生活能幸福，不管谁说啥，永远不结婚，永远不成家，女人撒由那啦。您这也太消极了，还永远不结婚啊？您这是单身情歌呀。真是借这首歌的这个寓意呢，告诉大家呢，就是说一个家庭，男方
女方需要共同努力。你们干嘛指着我们男方女方共同努力才能够把这个家庭搞得更好。既然尤其是作为这个家庭中的丈夫男子汉、哎、有的时候也挺难的。是。所以呢、啊、我是唱出了男子汉的一点心态。我看潘美辰都给您鼓掌了，潘美辰说两句吧。非常好，我想要请老师教我这个词，把那个词给了我来唱，因为我觉得、哎有部分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我到现在还没结婚嘛。哦，所以我应该把这个歌改。有共鸣了，这个词就是专门给潘美辰写的。对对对，谢谢小林老师，谢谢小林老师，我们有请小林老师入座我们的嘉宾席。二位好好切磋一下啊。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请上的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嘉宾了，她也是一位歌坛才女。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歌手周冰倩，有请。好想你，我们观众也真的很想你。是，首先先问候一下所有喜欢你的观众朋友吧。大家晚上好。嗯，欢迎冰倩。今天我们三位嘉宾，冰倩是最后一位。如果说前两位嘉宾的多年以来从个性啊装扮一直没变的话，冰倩是变化比较大的一个。对，我今天是很特别的，会穿了跟那个潘美辰小姐差不多这样帅气的。你们俩衣服真是挺像的。都很帅。平时我会裙子会穿的比较多一些。而且我记得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冰倩应该是长发飘飘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其实还是长发，只是放到里边去了。这个多变的造型总会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啊，周冰倩确实是在歌坛驰骋了也很多年的时间，但是据说出道的时间很早，对，19岁的时候就出道了，对，那个时候好像是参加上海的一个大型的歌唱比赛，对，拿到冠军的头衔。还记得那个时候情景吗？那个时候这个电视媒体还不像现在那么的发达，所以就是在上海，尤其在上海看的人特别多，印象也特别的深。当时是唱了什么歌帮你拿到冠军这个宝座的？其实是两首歌，当时唱的一首是毛阿敏的绿乐队跟着情谊，第二首就是潘美辰小姐的我想有个家。对，这首歌太经典了。今天一首歌把三位嘉宾连接在了一起。对，刚才我还听孝林老师也唱了。哎，我不仅要我唱了，而且我发现我们三个人的服装很有特色，都是一个色系，都是一个色系。所以我现在马上想看一看三位坐在一起的感觉。来，我们有请冰倩入座我们的嘉宾席，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们的服装。你们可以出一个组合了，颜色真的是可以一个组合。哎，原来有一个黑鸭子组合，你们可以组一个什么？黑鸭子，那我们来一个黑鸡子组合。黑芝麻，黑芝麻组合不错，来。有请黑芝麻组合入座。重温时代经典，唱响回声嘹亮。
今天啊，鉴于我们三位嘉宾风格迥异，所以翻唱团成员也商量了一下，决定组团来到我们的现场。哦，所以第一组翻唱嘉宾就是两位一同上场，而且这兄妹俩，兄妹俩不仅要给我们带来好看的节目，据说还带了点礼物过来哈。究竟是什么礼物，还挺关心的。来，掌声有请这兄妹俩上场。有请，有请。臭的小鸭在大街上不停瘫痪，大哥您在唱还不回家呢，你没猜过，如果你不是我心上的菜，又何苦在那里那里发呆，快呀快呀回到你妈妈的身旁，别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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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伤害，如果你还有吗？给我们留吗？谢谢。给。你就给我留个白菜帮子。哎、谢谢。给你一个黄瓜。行。你给我个啥呀？就给我一个呀。一人一个黄瓜。你是来卖菜的不？你是来卖的吗？哎、我是来卖菜的。那请问胡萝卜多少钱一斤啊？啊，胡萝卜，你卖过菜吗你？两块钱一斤。那我买两斤，请问多少钱？两斤啊，四块钱。看看人果然是可以数学学的不错。大家都看他眼熟不？太熟了，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一级小红孩邓明鹤，我来自河北大名县，这是我妹妹。啊，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邓明鹿，今年四岁了。那是谁？这是你的什么人？这是我哥哥。你哥哥？哎，你哥哥上完春晚之后特别火，你知道不？知道。所以你也想跟着哥哥火一把，是不是？是。我发现小凳子不仅上完春晚火了，上完春晚也胖了。你胖了多少斤啊？是胖了一斤。胖了一斤？你听说你最近在减肥呢，是不是？对。一天原来吃几顿饭？原来早起也吃，中午也吃，晚上也吃，我下午也吃、晚上也吃，一天四顿饭。等着该睡觉的时候我还吃五顿饭。现在吃几顿饭一天？现在四顿、少了一顿，不错，慢慢的变成三顿，你那小肚子就下去了。不过咱还是身体为主，茁壮成长。刚才我注意到你给三位嘉宾也送了蔬菜哈，都送的什么菜呀、胡萝卜、白菜。哎、为什么只给孝林老师送白菜呢？哎，他要借一个谐音，他让我发财。哎呦，您这理解的发百财，发百财。那少林老师，那请问为什么小凳子给他们俩送的是胡萝卜呢？因为那胡萝卜呢，胡萝卜，又叫红萝卜，是希望他们俩更红，越来越红、越来越红。其实啊，给他们送菜还有一个寓意，就是待会儿表演节目，希望我们的三位嘉宾多说点好话，是不是？是。那您要演啥呀？我看刚才孝林老师一直在夸你。孝林老师吧，有一个孝林广播电台，我们觉着孝林老师唱的那些、说的那些，
我们都会，我们学校吧，笑林老师不会的那些我们可能也会。对对对对，你别吹牛啊，口气不小，口气太大了。笑林广播电台里面说啥有啥，一换台什么都有。你们都会些什么呀？我什么都会。你说。我会成龙叔叔的歌曲，傲气面对万重浪。好，有了。唱歌跳舞，唱歌跳舞，还有，我还会凤凰传奇。你们除了流行歌就不会别的吗？别的呀，我还会戏曲，豫剧会不会？也会，京剧《智取威虎山》。哎呀，可以。黄梅戏，你会黄梅戏、哎？你们俩谁会的比较多？当然是我了。哎、那谁唱的比较好？那还是我吧。那今天你就好好带着妹妹，好好唱。哎，但是刚才笑林老师说了。孩子们说了要挑战您的那个笑林广播电台，您觉得有戏吗？他什么都会啊，那得经过实践来检验一下啊。得真演呢？啊，来啊！我们孩子不会吹牛，我们这都会。是吗？好，那咱们来了。来，有请笑林老师。啊，跟笑林老师一块合作哈。笑林老师好。哎呀，两位小朋友好，小邓子好。好嘞，你不是说你们俩什么都会吗？我看你们能不能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笑林广播电台开始播音，首先请大家欣赏样板戏《沙家浜》的选段。十彩听得四令将阿庆丧，三四五旬歌唱，我佩服你陈吉利硬胆量，竟敢在国威子面前耍胡耍枪，又不用抗日救国的好思想，能够设计九龙光章。好，行，我们不唱样板戏了，转台了。下面请大家欣赏经典歌曲，邓丽君为大家演唱的《小城故事》。小城故事多，抢上了。我是你到小城来烧火的。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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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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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别唱了。刹不住了。小故事真不错。行了行了，别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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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这歌也不行。笑林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播送电影《闪闪红星》当中的主题歌，已经有好几十年了。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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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嘿，这俩小朋友啊有点意思啊。下面请您欣赏戏曲节目豫剧《花木兰》选段。刘大哥讲话厉害甜，谁说你子相望形象。行行行行行行，别唱别唱，我就不信。下面请大家欣赏歌曲《两只蝴蝶》。亲爱的，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千年带刺的玫瑰。亲爱的，你张张嘴，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亲爱的，你跟我飞。行了行了。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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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林老师，别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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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是发现哟，没完了，没唱够。来跳个舞，来跳个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非得把笑林老师说倒了唱倒了不可。我就不信，我再来一个最老的。好，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它的真鲜艳，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的小开颜。哇哈哈小开眼，大起的你呀快快来，小起的你呀莫得开，说拉着手儿唱起那歌儿，我们的生活多愉快，哇哈哈哇哈哈，我们的生活多愉快。
服不服？朋友们，为了他们的这精彩表演，再一次给掌声吧！太棒了，我看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别说，我看笑林老师都快哭了，刚才想唱什么都没给唱，没事吧？不是，我就是看他们两个小啊，我就刚一开始我是不好意思，可是呢，后来我唱什么他会什么。对，那您服不服啊？这俩孩子怎么样？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您呢？前浪死在沙滩。没有，其实正是有笑林老师这个经典的段子啊，才让我们这小朋友们学到了这么多的才艺。唱得非常好。你们喜不喜欢笑林老师啊？喜欢。那以后还抢笑林老师的歌唱吗？想啊。还想。还抢。还抢。还抢。多抢多学，为你们的今后打好基础，明白吗？明白了。哎，亲亲笑林爷爷。爷爷啊。可不是吗？别叫爷爷，还是叫叔叔的。叔叔啊，笑林叔叔。谢谢笑林老师和孩子们搭档。谢谢。谢谢重温时代经典，唱响回声嘹亮。接下来要上场的这对也是兄妹组合，但是他们也有一些故事，感人的或者是带给我们深深感触的故事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通过他们的歌声发现他们的美，聆听他们的故事。有请。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刘老师生，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说声谢谢你们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谢谢大家。谢谢刚才为我们带来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先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我们是地铁兄妹，我是哥哥叫大军。我是妹妹，我叫珊珊。地铁兄妹组合。对，那今天来到回声嘹亮，准备翻唱哪位嘉宾的什么歌曲？其实今天实现了我个人的一个愿望，因为我从小就在听陈晨老师的歌，而且我非常非常爱你，我要一定要说这句话。对，我非常喜欢你。潘美辰老师，他对你的称呼都比较特别，他叫陈晨老师，好亲切、而且我觉得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中性风，永远是最美的。害我听不出来他是说我。对，所以我看你没反过来。没有人叫我陈晨。没有人叫过陈晨。那以后我们都叫你陈晨好。陈晨老师，就是今天要唱潘美辰的歌，是不是？什么歌曲？我想有个家。这首歌是今天演唱率最高的一首歌，当然每一个人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原因，有理由。你们的理由是什么？我们的理由就是我们想有个家，因为我没有家。没有家、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的导演呢也拍了一个短片，也是这兄妹俩在北京的生活，我们也看看他们究竟对家是怎么定义的。我叫胡忠俊，我今年25岁，我是去年大概10月份来的北京。怀念
我叫常轩轩，今年22岁，来北京已经得有半年多的时间了。现在大概一天每个人能赚到70-80块钱吧。我这个房子里面住了将近8个人吧，全是隔断。我这屋是1.5米×2.5米的房子，3-4平吧。到月底了，然后我们会拿出来买啊，或者1000呢，去给到家里。妈应该在电话里哭了，她在忍着那个声音，但是你能够感觉出来。说孩子，你的钱够花吗？谢谢，这就是兄妹俩现在在北京的生活。当然，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妹妹萱萱，是吧？作为女孩子，我们知道地铁的环境是比较嘈杂，然后会比较，用一个词儿，我觉得形容可能不太恰当，但确实是有就暗无天日的感觉。你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面唱歌，父母会担心吗？其实我只有一个妈妈，因为我的父亲3岁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然后病了一辈子，到55岁的那一年，也就是去年，因为病很多嘛，然后就去世了。所以我只有一个妈妈，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亲人了。所以对于妈妈来说，只要我觉得是快乐的，她就是快乐的。而我的唯一的任务就是要照顾好我妈妈，因为她前半生非常的不容易，我一定要照顾好她。你想想，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向家乡的亲人汇报，说这兄妹俩在北京过得很好，而且也登上了真真正正的有灯光有观众的舞台。听了你们的故事，我想再听你们这首《我想有个家》，一定可以勾起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和情感，可以在现场深情地为我们演唱这首歌吗？现在好。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时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心中充满爱，就会被关怀。无法埋怨谁，一切只能靠自己。虽然你有家，什么也不缺，为何看不见你露出笑脸？永远都说没有爱，整天不回家。相同的年纪，不同的心灵，让我拥有一个家。唱得不好，但是我在用心演唱，谢谢。我注意到刚才你们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潘美辰一直在静静的聆听。我一直在很想问他们很多问题。可以吗？我很 OK， 我很激动，因为我怕唱不好。然后没有，不用，我问你们，因为这个你们一定要坦白告诉我。我们有请晨晨姐姐，晨晨老师。你们有想过这样的日子要多久？说心里话，像我们这种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前面的路你不敢想太多。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吧。你们的梦想是什么？我希望能够，其实很不现实，但我希望能够永远唱歌，不管在哪里，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我喜欢唱歌。我们很喜欢唱歌，100%的喜欢唱歌。好，刚才你们讲了，
你们不介意在哪里唱歌，但你们有家庭的压力。你说穷小孩的家里不敢想太多，但我想告诉你，我就是从小就是很穷，我的家里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很好的背景，我是在养我父母亲，不是父母亲在养我，但是从来没有人知道，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但是我知道我未来要什么，我希望你们两个回家好好想一想，你们真正要什么，然后不要怕吃苦。你哪怕你去求职去打工，再来就是去当人家的助手，或者去哪里去上班，但是这个是接近演艺台的，有一天你一定会成功，明白意思吗？明白明白。也就是说，如果你敢，你来告诉我，老师，我觉得我想跟你学习，我不怕吃苦，你要我干嘛我都可以。我相信你问每一个人，一定有人都愿意帮你，因为你们两个真的非常希望有未来一个家，这个事情一定有人会帮你的，我都会想帮你。所以等一下，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什么，我下台的时候我等你们告诉我，好不好？老师，我可以跟你拥抱一下吗？可以。也是近距离的和偶像接触的一个机会。激动了。这个我觉得潘美辰刚才这说的话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一些忠告和建议哈。也是经验之谈啊。我想这个拥抱其实也是给兄妹俩以前进的动力和鼓励。他们俩的梦想是我想有个家，可是我想今天我们要把这个五个字改一下，就是我将有个家。我们也期待着，如果你们建成了这个家，也能再次来到我们回声聊聊向我们汇报，也期待着不久的将来能再次见到你们。谢谢主持人。好，谢谢。重温时代经典，唱响回声聊聊。接下来进行翻唱一对一这个环节的嘉宾啊，是一个组合。可是我看到他们组合的名字，我很难想象这究竟是一个怎么风格的组合。而且这对组合也是男女搭档，那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在他们歌声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先一起聆听他们的歌声。来，有请火烈鸟组合。有请。像鸟儿枝头快乐的歌唱，我和你男与女相遇人潮拥挤的街上，一瞬间两双眼，三生缘心中小鹿乱撞，爱情火映红了我们青春灿烂的脸庞，玫瑰花棉花糖，每天你都变出新花样，甜甜的暖暖的幸福荡漾我们的心上，一转眼爱成长，繁华世间蝶衣也成双，感谢你风和雨一直陪伴在我的身旁，你就是我的心娘，最美的新娘，爱你吻你吻你爱你，永远是我的新娘，你就是我的新娘，最好最好的新娘，爱你疼你疼你爱你，做你最好的新娘。娘子你好，大家都看出来了，一位帅气的中国小伙儿和一位巧克力美女。巧克力美女、啊、我觉得这样形容不为过，因为她的歌声也很甜美啊。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亚欣，来自河南。大家好，我叫如思，也来自河南。对，他来自河南我信，你来自河南，你怎么会来自河南呢？你大哥讲安话，你大哥太偏，怎么着？谁说我不是河南人？如此出生、在河南，你我向南也是河南。尼罗
像南也是南，就是非洲的尼罗河是吗？对，尼罗河的南边就是非洲的河南。河南，掌声欢迎你，就是来的，欢迎如斯，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们准备翻唱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准备和我的未婚妻如斯一起翻唱。未婚妻，等一下，未婚妻，你们俩不是搭档，而是媒体朋友的关系是吗？对对，是工作上的搭档，也是生活当中的搭档。是这样的，我们已经订婚了，结婚应该在今年下半年。哇，哟，我们得提前祝贺呀！可以啊，祝贺你们，肯定啊，媳妇儿，你们俩认识多久了？认识有两年时间了。对对，怎么认识的呢？可真的是说来话长啊。我和亚星相遇在上海呀，去看世博，我们正巧碰到个面，他请我去桂园，我换他一大包薯片儿啊，相遇相见，两个人没有留电话呀啊。在北京我们又相遇了，再次相逢，两个人都是格外的惊喜。这件事相遇有缘千里那个相会啊，还有一句话，那就是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有缘人呐、啊，哎，如果没听错的话，这个词刚才展示的是北京的情书，没错，北京情书。北京情书，我们也得介绍一下如斯。如斯呢也是非常厉害，是非洲孔子学院的第一批学生，同时刚才给我们表演的这个北京情书啊，他也是唯一一位外国的继承者。当然呢，如斯也是因为表现特别好，也有精彩的表演、精彩的才艺，所以呢也登上了2011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哟，还上过。是的，是的。嗯，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是要将翻唱进行到底。今天我们也特别要翻唱周冰倩老师的一首非常大气的歌曲《今夜无眠》。是的，今夜无眠。就那个今夜、啊。对对对。我知道，其实冰倩姐演唱过这首歌曲吗？很好听，也是首唱哈。对对对，我是在那个国庆50周年晚会上，在那个人民大会堂顶上唱的这首歌曲。也希望你们能够唱出火烈鸟的感觉，行吗？好，好。好好，看着他们穿着礼服唱歌的情景，我隐约好像看到了他们结婚那天的感觉哈。我们赶快来抢先问问冰倩姐，觉得我们这个版本火烈鸟版本的今夜无眠火爆吗？哎呦，觉得很高兴。我以前呢跟戴玉强唱，我两重唱，但是我发现这首歌现在已经是国际化了。然而且我觉得借用这里边的歌词的一句话，也祝愿你们新婚幸福岁岁年年。哎呀，谢谢。光送祝福，光举杯祝愿还不够，冰倩姐要不要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这对幸福的小两口？好，我觉得三个人可以一起合作。他们的幸福已经感染到我们了。我觉得下面要唱一首代表他心情的歌曲，就是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哎呦，好。
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重温时代经典，唱响回声嘹亮。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翻唱一对三这个环节。今天我们是迎来了一位美女，美女也是一位我们回声嘹亮的老朋友了。我是觉得我有点怜香惜玉啊，一个美女怎么能扛得起重要的这么一个环节呢？不不不，我觉得她挺可以的，因为她多才多艺。今天听说也带了助手来，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苏比，欢迎。苏比来到回声嘹亮的舞台。苏比也是一位阿里山的姑娘，来自台湾。是的。今天呢是翻唱一对三，刚才我们请你出来的时候，小妮非常怜香惜玉的说，这样重的任务交给苏比，苏比会不会感觉压力很大？其实有哎，但是我有信心。有信心。对。据说还有人也会帮你，但现在还有助手。首先要进行的挑战就是要看看你要翻唱我们哪位老师的作品。因为今天天后级的人物潘美辰姐姐有来，所以呢，因为我蛮常来北京，所以在感受一下北京的文化。那我去过一个地方，然后他们会这个 serve 就是服务这个叫大碗茶，这样。大碗茶。对啊，所以我想。北京的特点。你说的是前门吗？
对，行好，所以你是把大碗茶端过来了，哪儿呢？是吗？对啊，我想献给大家，然后特别献给潘美辰姐姐。哎，我问一下潘美辰，品尝过大碗茶吗？北京的？我看过，我没有喝过，看过没喝过，那太好了。看过，有一首歌就跟这大碗茶有点关系，真的吗？接下来是要唱这首歌吗？是的，这是我要挑战的歌，因为这首歌也很难唱，非常高，叫《前门情思大碗茶》，还有一点京腔，这样你来说一句京腔，我们听听。哟，您好，吃了吗？您吃了吗？您吃了吗？我觉得今天很有意思啊，这个一个台湾的朋友给另外一位台湾的朋友介绍北京的一个景点，这有意思了。我们在座的有好多都是北京的观众哈，咱来听听看看苏比唱的这段像不像。来，我们有请苏比。米来冰糖葫芦来哟。有阵红墙碧瓦，高高的前门，几回梦里想着他，岁月风雨，无尽人吹打。带着那痛心，带着思念，再来一口大碗茶。千百种，也许他最廉价，可为什么他醇厚的香味只传到天涯，他只传到天涯。还行哎，苏比唱出了那么点京腔京韵哈，来有请。而且这个两位助手也是确实为这首歌曲增色不少。也请两位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我是来自于老舍茶馆的相声演员吉祥，茶艺师王小鹏。我以为你叫如意呢。你们是如意？来自老舍茶馆啊。老舍茶馆。苏比，你去过老舍茶馆吗？我就是有一次啊，然后朋友说你一定要去，来到北京你一定要喝这个大碗茶，所以他们就带我去，然后我一看我就被惊呆了，因为那个好像杂志一样，然后我就说今天我想请两位过来顺便拜一个师，这样就是可以体验一下。潘美辰，你觉得你可以吗？刚才这些招式我会耍棍子，但我不会耍茶。哎，有那基础，有那基础就好。冰倩要不要也来体验一下？笑林老师一起来吧，让老师体验一下。好，清场靠边站。哎呦，你看人家。好，我们让潘美辰来体验一下，好不好？来，没事的话可以这样拿，漂亮一点。对，哎呦，动作很娴熟，还是那么深。哎，请问水好喝吗？甜啊。就这个关键是能收住水，对，就不要。对，关键收的那一下很重要。好，来吧，我倒，来，准备，开始。
哎呦，这还左右开弓呢，我的天哪！你们真巧，笑林老师您浇花呢吧？您太坏了，这个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我想问一下，这得练多少年才能到您这水平啊？我练了六年了。六年也不短了，这时间。吉祥，你端盆练了几年？我也六年了。六年了，喝水喝了不少哈。饱了。跟我配合的时候，他叫花。一般都被人教。谢谢，我们也谢谢三位嘉宾啊。接下来还有两位嘉宾。接下来这首歌呢，我想请笑林老师来跟我一起合作，不知道可不可以？请笑林老师跟你一起唱。嗯，确切的说是跟我们一起唱，跟你们一起唱，不能把他们俩忽略了。你是说你们在唱，笑林老师在倒水是吗？什么歌适合苏碧和笑林老师一块唱的？关键还有他们俩加在一起，四个人合唱。我们欢迎笑林老师来到舞台上。好，什么任务啊？什么任务啊？因为笑林老师相声演员嘛，而且我们也非常崇拜的偶像，想来一首《新白娘子传奇》里的杜晴。杜晴？你是说他演法海吗？不是，我演白娘子。那当然不是，白娘子这么漂亮，这是白娘子。我演那个杜晴。杜晴里面有镜头里没出现那许仙，那是夫妻了。您得演那个船夫。哦，船夫。演船夫。别样版本的。杜晴会不会把大家雷倒呢？哎，一起欣赏。好，那试试吧。我都不认识你了。哎呀，白娘子怎么能上这两位船长的船呢？那是贼船的。对呀，你上了贼船的。上了贼船了。笑林老师热不热呀？有点热。但是我觉得您，但是为了白娘子杜晴，热点也应该的。我觉得您这身特别帅，真的可以引领2013年的新潮流了。我是这么考虑的，但是人家不一定跟着我走啊。谢谢，我们也再次谢谢几位为我们带来的这段别样版的杜晴。谢谢白娘子，对，现在要变身穿越回我们现代了。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位嘉宾的歌曲，就是周冰倩老师的歌曲。是的，然后我想带来一首穿越的梦醒时分，就是白娘子在梦中醒来，发现穿越到了回声嘹亮的舞台。哎，会唱什么歌曲？梦醒时分。是的。来，有请。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
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白娘子梦醒时分之后也穿上了短裙哈，对啊，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冰倩姐的点评。我觉得她还是把那个唱出了她的甜味儿，好像是、觉得是另外一种味道，也是蛮好的。我觉得她今天唱了四首歌了，对吧？对，挑战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歌曲，不同的风格，对对对，不同的造型，对，可塑性还是蛮强的。谢谢。那今天呢，我们也为苏碧准备了一份礼物，三份礼物，但是是要给你和你的助手的，好，好吧？谢谢谢谢，那我就搬回家了。谢谢，好，谢谢，拜拜，谢谢你。重温时代经典，唱响回声嘹亮。在欣赏了翻唱团成员的精彩表演之后啊，我们的嘉宾们也要登台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唱了。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著名歌手周冰倩为大家推荐歌曲，有请。推荐我们要有请潘美辰，有请，来，有请。当我睁开眼，来到2012年，你消失不见，我矗立在繁华大街。
让你独自在家乡淋着雪。我怎么可以，我怎么可以把你的爱全部告白，全部告白。我怎么可以，我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陪着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把掌声送给笑林老师，请他为我们推荐歌曲。有请。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望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不休。请把你的微笑留下。亲爱的朋友们，这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啊，我们今天的回声嘹亮要和您说再见了。在此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潘美辰、笑林还有周冰倩光临我们现场，谢谢。谢谢，要在这里特别感谢天网表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还是那句经典的口号，重温时代经典，唱响回声嘹亮。观众朋友们，下期回声嘹亮我们再见。